为什么说我们学习要批判着学呢？就是你不断的否定的同时，你去实践。我们功课里落地实修，很简单，你就用这工具解决生活里的一切问题，家人们，一切问题。什么叫一切问题？就是没有一件事可以漏下。说我感冒了，或者是我想那个要有钱，或者我想那个得到那个爱情，或者是我想那个让自己健康，你所有的诉求都可以通过功课来解决，没有一个能漏下的。所以说，修行没有这个解决问题，没有难易之分。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实现，那件事情不能，啊，这个就是什么？越你觉得说这个太难了，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人生里面最大的卡点就是这个。它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你克服了所有的那些障碍，就这件事情你做不到，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没有。亲政，什么叫亲政？亲自的验证这件事情是真的。就像我们说"宇宙非真"这句话，宇宙就是《金刚经》总结出来，它就一个字儿"空"，对吗？佛法《心经》也告诉你了："色不异空，空即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指的是什么？就是眼前你存在的这个境遇和。这个花花世界，眼之所见，心之所系的这个世界，它不是真的，这是色，然后即空，它是幻象，就如同天上的那朵白云一样，随时变化，它只是什么？流动的。那么，你说了，代表什么？代表你只是头脑认为，就像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认为，但是你知道它怎么来的吗？你没有亲政，什么叫亲政？怎么能够亲政呢？很简单，这件事情，我们按照原来你的头脑概念、逻辑分析、总结、排列组合、判断推理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是你原来的命运，对吗？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是选择的结果吗？所有的选择都是来自于你头脑的判断，最后决定的。选择的，那么这就是命运。那么什么亲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能够通过冥想修行这个方法，达到你不会这样去选择的目的。有的人说，那我就不这么选择，我不就改了吗？你是做不到的。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这个对于疯狂的这个名词的解释就是：人类最疯狂的事情之一就是做着同样的事情，却期待着不同的结果。什么叫同样的事情？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和不断加进来的，印证了我们头脑里认为是对的东西。这件事情你会惯性的循环，这叫命运轮回，你就会这样不停的用头脑这个像电脑一样储存的这个各种信息的这个机器来处理问题，这不就机械性吗？人就是一个机器人儿，如果你不修行的话，人就是一个机器人。这个用机械性的解决问题，它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嘛。你期待不同的结果，这是可能的吗？所以说，人们把这个做法叫做疯狂，这是最疯狂的事情。那么，我们修行就是干嘛呢？就是让自己不成为一个机器人的过程，机械性的反应，头脑的这个存有的东西，让我们对事物全是机械性的反应，所以我们是一个机器人，完全没有自己。所以说，我们记得自己指的是什么？不被头脑控制的
那个能力之后，有一个东西存在，这就是你的灵魂，你才会苏醒。为什么是修行的人叫觉者呢？啊，就是那个释迦牟尼说，我是一个觉者。什么叫觉者？醒过来吗？醒过来代表什么？你记起了你是谁，这才记得自己，你是大梦初醒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冥想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亲证，说我每一件事情遇到了啊，我用功课用工具，然后让自己不会是机械性惯性反应那么处理问题了，我们就过了一个坎儿。那么不断的亲证，说什么叫亲证？眼前是幻象，是空呢，就是你可以改变事物发展方向了。那你想想，它已经发生了，你能改变得了吗？如果按着你的头脑分析的话，你改变不了，但是你就改变了它的结果，命运从此啊就搬了道岔啊，出现了那个拐点。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奇迹所在，它的神奇之处。这就是我们要不断亲证眼前世界为幻象的过程。说你把命运改了，每次都搬道岔，你就会赢了。那么搬道岔的过程就是把你这个，如果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它设不是空的话，它怎么可能被你改变呢？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你是无法改变它的。只有它是幻象，是空的，只是你意识的活动而已，你才会啊把它改变了。你想想白云，你可以就是我们这个风吹过来，云朵就会变换了。那它如果是一块冰呢，怎么变换？那个一会儿变成老虎，一会儿变成大象啊，不可能，对吗？所以说我们亲证这个宇宙色即是空的过程，就是把这个事情按照我们最好的结果转化，然后实现了的那个过程。我们既然每一次都实现了，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啊亲证了眼前世界为空为幻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修行就是亲证眼前世界为空的过程，我们可以随意的变换事情的结果。那么我们下一节课继续讲解我们对于这个真正自己的认知，说我们是谁这个认知。好，时间到了，我们家人们朋友们可以留言，或者你想懂得什么给我留言啊，感兴趣的呢直接去找别的栏目，可以这个直接付费学习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大家，我爱你们。女三异国人每时每刻在成长，我们的课程就会准时开始，点击右上角邀请按钮生成邀请卡，那里有一张带着您名字的二维码海报，长按保存这张海报并分享至朋友圈或好友，给他们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阿杜冥想课堂，我是阿杜。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是关于冥想。我们既然做的是冥想课堂，当然呢教的就是冥想的方法。那么